打电话的，哎，我是个。再见我的过去啊，我的哥哥。再见我的眼泪啊。再见我的队友。我队友。事情其实是这样的。我跟马博士两家人带着仨孩子逛公园，正好赶上那蜥蜴过马路。这玩意儿在马来西亚非常多啊，嗯，学名就是叫圆鼻蜥蜴，当地就叫四脚蛇，咱们国内叫五爪金龙，没有毒。本来呢，这哥们儿他慢慢悠悠走的挺好的，后来这仨孩子一咋呼吧，他就有点慌了，他看见一铁门，他就想钻过去。后来呢，就发生了上一个视频的那一幕。今儿我刷抖音的时候，正好听到了那个音乐，觉得跟这个很配，我就剪了中间那段发到抖音上了。很多人吧，以为我见死不救，其实我胆儿挺小的，但是他要真卡住了，我怎么着？我得通知一下公园的工作人员吧。你看见他吃了一条大虫子吗？顺便说一下啊，这儿不是动物园，这是马来西亚槟城的植物园，占地30公顷，瀑布奔流其间，边界以原始热带雨林围绕，最重要它还不要票。这个园内的野生猴子也是另外一个特色，来玩啊。大马天气就是好，早晨洗一次澡，中午洗一次澡，喝个下午茶还要洗一个澡，打电话不接说明在洗澡，不要问为什么迟到，因为在洗澡啊。洗完澡就穿上这个，我就是刚刚洗完澡。顺便说一句，这边洗澡不叫洗澡，叫冲凉。